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马太福音16:26。亲爱的主，在这个金钱世界，人只懂追名逐利，甚至不少人因此而赔上性命，亦都在所不惜。求主宽恕世人的无知与愚昧，因为甘愿成为金钱的奴隶，一生受其辖制，最终只会走向灭亡之路。求主让我们明白，金钱并不会带来生命的真正意义，唯有认识耶稣才可以，并教导我们成为金钱的好管家。奉主名求，阿门。